对啊，我在咬东西。过来。嗯。坐下。来。为什么咬东西？真苦，我是虐待你吗？没有休息机回来，你就这样吗？啊，我对你挺好的哈，为什么姐姐一回来你就变成这副模样？啊，你可以告诉我吗？到你啊，夸张了，夸张了，真的很夸张，你们两个再夸张一点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有特想要吃锅贴。妈妈跟你说，来，妈妈跟你说。哦，你要被妈妈骂了。你了解吗？不可以偷吃。干嘛？闭嘴！喂，闭嘴！就是他。你懂这个道理吗？
啊？真的很好笑。